整排神像，这可不是安坐在寺庙内的神明，他们全都是神像模特儿，从女娲娘娘、九天玄女，甚至妈祖到菩萨，身上穿的朱衣、戴的凤冠，全都是陈立玉亲手打造。为神明打造金装，完全不需要事先画设计图，所有的形象架构全都在他脑海里。很多工就是要怎么拼凑起来，让它更加有美感。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是串珠编织类的，我很专长，所以我也会结合一些我的专长去把它设计一些珠光宝气，让它更有那种灵气仙气的感觉。我很喜欢很喜欢，嘿呀，我看到那个梅尊妈祖，因为我打扮起来完全都不一样，所以我就很欢喜。我有时候看到我的成品做得很漂亮很漂亮的时候，我都会感动到想哭，怎么那么漂亮。戴起老花眼镜，一针一孔的敲打细琢，每一只凤冠都得由数十到数百个配件拼凑起来，真得慢工才能出细活。如果太小，这个可以包起来，好凹起来变大。花了一个多月纯手工打造，至少有200个以上配件组合而成，创造出立体延伸感。不仅特大的凤冠他勇于挑战，连宗教场合需要协助仪式流程的礼身配件也找上他量身定做。其实他原本他颜色不是那么亮，是老板娘后来去帮我镀，它更亮，会动啊，会飘逸啊，对，还有像这个流苏也是一样，对，很仙气啊。身材高挑挺拔、仙气飘飘的李生，穿戴着轻柔飘逸的凤冠，一站上场就吸睛。一路走来，陈立玉靠着毅力、勇气开创自己的人生，发愿要为全台女神装点朱衣凤冠的同时，她自己的生命也千锤百炼出耀眼却沉稳的雍容大度。